大哥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是谁？小德子，是我。欧阳，你怎么了？我和我老婆吵架了，她要走。哎呀，两夫妻吵架很正常的，大家要互相包容，互相理解。但她永远都理解不了我的感受。哎呀。你不要走，小德子，你帮帮我吧，帮帮我吧！你个外星人，快把手给我放开！我不会放开我老婆，我永远都不会。大叔啊，这么明显的外星人，你咋就看不出来呢？下次一定得注意点啊！你拍一，我拍一，我们一起做游戏。你在干嘛？我和我的好妹妹一起做游戏啊。哦，你们两个关系真好。那可不，小兔子要去哪儿啊？我还能干嘛？我肯定去打外星人了。大过年的还打什么外星人？来，过来一起玩啊。好啊。秦海，赶快把手给我放开。放开干什么？我和我的好闺蜜永远都不会分开。赶紧把手给我拿开，她是外星人。我就不，我的好朋友根本不是外星人。呀呼！铁柱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她是外星人，你咋就是不听呢？